是老司机的话就随意，反正耳朵也废的差不多了。但如果是刚开始接触这一类视频音频的话，你们把声音调小一点，不要说我没有警告过你们啊。把耳机戴上吧。
直升机有点残忍，也不是直升机吧，这个突突机，因为它一边弄一边在掉毛，我仿佛能听到它的哀嚎，一边啄一边在掉毛，最可怜。
先试试看这样，然后往后还会找更多类似的声音，比较可以帮助老司机持续享受的声音，不一定每次都是速度那么快，有可能是比较粗糙的音质，或者是更明显的。但是无论如何，我会红了一下。无论如何，我会继续在这条路上慢慢摸索的。希望你们点个关注，敬请期待。下期见。